今年五月份，如果您计划要去上海参观世博会的话，除了各国这个新颖的这个场馆的建筑要仔细看之外，世博园区内的礼仪小姐也很有看头。因为日前呢，世博礼仪小姐的总决选活动已经在杭州正式的开跑了。他们是比照这个北京奥运的时候对礼仪小姐的高标准的要求，上海世博会的礼仪小姐也是以这个全国选拔的形式来登场。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报名甄选之后呢，从大陆各省的赛区脱颖而出的是300名优秀的礼仪人员，将要在三月的时候进入全国的总决赛。届时呢，获得优秀奖的将会在这个世博园区跟重大的活动和场馆担任重要的礼仪服务工作。而这个首批亮相的世博礼仪代表，他们个个是身材高挑，容貌清丽，都是典型的中国美女。